本所员警接获民众报案，发现所饲养的六缸孔雀鱼不翼而飞，疑似遭窃向警方求助。经警方调阅周边监视器，却发现鱼缸周遭皆无人靠近，也没打捞窃取行为。后续发现一只白鹭鸶蹑手蹑脚靠近鱼缸，往鱼缸内啄了好几下，大快躲移报案人所饲养的鱼只，让报案人误以为鱼只遭窃。本所员警将调阅结果告知事主，事主得知真相后苦笑表示无奈，并感谢警方积极侦办，赞因警方高度热忱。警方呼吁，为民服务本是警察职责所在，民众若有需要协助，可以请求警方帮忙。本于服务的热忱，都会尽心尽力地提供协助。